主料：南瓜煎400克，辅料：油、盐、辣椒、葱、蒜。准备时间：10分钟内。制作时间：10分钟内。南瓜煎、葱、蒜、辣椒备好，上锅。先把辣椒下锅，后放入葱，倒入南瓜煎，放入盐，最后放入大蒜，出锅。烹饪技巧：南瓜煎买回来就要及时处理，炒着吃，不然南瓜煎还是会生长的，不及时吃掉就会老的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